校委会主委李运德今年去到花莲，顺客家相关建设，其中枫林镇客家文化馆第八个设施是落课的而首长，花莲市后校文化馆也提规划第二期工程，陆续有经费。李运德非常高兴讲，会全力推能听书。咖啡会就为利润在九选先去凤林镇客家文物馆视察，馆内保留真多朝拜抗日抗战的史实，另外讲起也呈现出岛内历史人民个历史。我来到电视物拯救模范呢，所以地方希望咖啡会同间听收来做改善。也是比较上个界的地方，各参专家各人来都参详看。OK， 跟要请规划公司来做一摆啦。那伊讲用一家做一摆，规划公司跟伊会想得做。咁咪就前面的有专业的嘛，包括的专家，他个讨论吼，有一个就一个结果出来啊，就用是我们经营上可以，没问题。下周李云德去花莲市公所后半街好客文化馆会谈，市公所将收头牌四栋日本修改下留落来建筑，也好卖馆已经好嘞，但是目前来做内部的装修。我想对于未来哈，这个客家文化的乡亲也好哈，对客家文化的发扬来讲，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哈。那么客委会呢，一定会全力来协助。花莲客家乡亲的人数虽然比西埔客家人稀少，但是每次移民的历史流露真多感动人的故事。李俊德讲，为加强移民故事的调查，还有客家体检的设置，为来减东埔客家乡亲的乡亲率。客家新闻，蒋冠兴，花莲报道。